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司仪安安元。Hello，诗宁好。好久不见了。你讲这种难过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，只好认老。我尊重你，老师。不是你尊重我，而是因为老师有个老字嘛。不要这样说。啊，你就不同哈，妙龄。是。你在67岁还是叫你妙龄婆婆？哎，不行不行。对，还是年轻，我心境很年轻。啊，今天是那个大润发和民政俱乐部和乐龄快闪还30周年的。对，30年了，很久了哈。哎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对，我记得。 当时周年的时候呢，我还是身怀六甲。好重。对，所以现在我儿子啊，都二十几岁了，所以你说时间快吗？特别没有办法，我只希望台上还有台下的朋友，我想台下的朋友也是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台上的这些朋友，都能够健康，都能够长寿。是。好，那么这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老师，你很多故事给我。故事很多。对。有四个老人家，都是。四个老人家哈。喜欢打麻将。嗯。他们当时就去打麻将，打了麻将，其中一个哈，应该前列腺有问题吧，那个尿急啊。尿急就倒厕所。去走向厕所，那是。找了厕所，找了厕所之后一直不回来，半个小时还没回来。为什么不回来？晕倒在厕所里面吗？不知道。 那怎么呢？那另外三个也去找了，等了这么久啊，要糊的没有办法糊，所以连续去找，找对三缺一。到了厕所之后呢，啊，那三个人也忘记回去打麻将，他们各自回家了。他们也忘了。啊，对啊，第一个也是忘了，他就直接回家去了。啊，第二天打电话来说，怎么搞的？真的，我不希望我们有一天这样，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。 好，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。这一辈子没混好，什么歌星、五星、影星、笑星，这个星那个星，一概都没有混上。今晚只剩下最后一个星，那就是我们争取做一个老寿星。对，老寿星。好，你们的掌声，谢谢。 90岁以上享受高龄老人津贴，每个月500块钱，有谁？只有今天而已哦。对，有谁90岁？请举手一下，我让我看一下台下有朋友90岁吗？可能90没有了，那100岁以上的享受高龄老人津贴，每个月1000块。更稀有了，看。有吗？我们再看一次，老师再看一下啊，应该是没人举手。但我们的目标已经是明确了，是号角也吹响，理想尚未实现。 老朋友，大家加油！那么醒来的过了一天，没醒的是过了一生，珍惜当下，积极快乐，开心乐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的节目就要正式开始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后台的朋友来表演，宣布现在正式的宣布飞跃年华展妙韵现在开始。 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去到那麦格盛开处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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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去到那麦格盛开
在那金水河畔的溪水，在我温柔的土上，温柔的山，你那小溪水，长长流淌，悠悠像天上的晴，无限欣赏。在那金水河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谢苏珊舞群，落烈的演出。希望大家都喜欢。大家的掌声能够代表他们表演的怎么样？他们都是不是专业的，完全是业余的。对的，是那首曲子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大家熟悉的什么？大家熟悉的什么？什么舞曲？对，一种旋律，一种旋律。是什么来的？什么歌曲啊？你想一想。凤阳花鼓，对了，掌声谢谢，来，谢谢老师，老师你真聪明。好的，那么下来呢，进行的是合唱，就是另一种乡愁，还有秋色，我们慢慢的欣赏，谢谢。 日落，许多感触。
谢谢欧阳老师，谢谢佩珊。我们休息15分钟，不过暂时别走开先，因为下半场有个压轴的好戏，我想大家很少很少看过的，那就是《山女之歌》。是的，欧阳老师这一次呢，就是为了《山女之歌》，就是特别呢，就找寻哦一些很美丽的风景，配合这个《山女之歌》。其实《山女之歌》你知道吗？ 是在台湾哦，是台湾吗？啊，对，你去过横贯公路吗？其实没有，没有啊。他是从台中到这个花莲啊，不过现在去就不好了，因为现在去每天看到韩国瑜。哦，但是我想象它的风景一定是非常的秀丽。对，因为大家被韩国瑜吸引住了啊，我希望韩老师也能够吸引大家。 那么呢，这个影片呢特别有一些走在雾气啦，有一些太阳啦、云海啦、鸟叫啦、虫鸣啦、红叶啦、绿树，还有羊咩咩在叫。好，我之后呢15分钟大家回来，我们欣赏最好的节目，谢谢。待会儿见。妙玲啊，是老师，真的，我们的教育哦，可能某一方面有一些问题。 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的华语的确是有点低落。也对，现在的华语程度大致上都比较差一点。我们常常说哈，要学华语一定要学成语，对吗？是。啊，然后就谚语、俗语，还有诗词等等。对对。那么这些成语现在的孩子都很少学。学了，但是不会应用。 常常闹很多笑话。哦，常常闹很多笑话。是的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小的时候，老师大概是6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已经叫我们啊，这个成语接龙了。你见过龙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没有什么信心。接最后的一个字，人山人海，海阔天空，空前绝后，后来居上，上下一心，心胸开阔，阔论高谈，谈笑风生，生龙活虎，虎踞龙潘，没有了。 哇，老师还有厉害，所以好好的去学，因为学成语呢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历史和文学的知识。是的，是的。不过现在的学生也很聪明，你跟他讲一个成语哈，他跟你做另外的解释。你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了，比如说，你要考考我。说对啊，什么叫夫唱妇随？夫唱妇随的意思是说，好像两夫妻，叫关系很好，丈夫去那儿。 妻子跟着那儿。对，不过他不可能哈，丈夫进厕所，他也进厕所。就在厕所门口等他。有一个很聪明的学生，他就解释，他说夫唱妇随的意思是丈夫去歌厅，老婆跟着去看有没有女人。哇，太深了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解释太深了。那么我以前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度日如年，对不对？度日如年。你所了解的度日如年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度日如年的是说生活非常的困苦，过一日就好像过一年的时间这样长。应该是这样。 可是这个聪明的学生，他解释成，他说表示日子非常好过，每天像过年一样。哇，就是跟我们恰恰相反的这样意思。有一个成语我记得叫做就是杯水车薪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不过这个是有点深度。有点深度。那我想一想，你想想，杯水车薪的意思是不是说，那个人能力很小，不能够解决什么事情？ 应该是这样，可是这个学生他说呢，每天上办公室呢，喝杯茶，喝杯水，那么到了月底呢，拿一辆车的价钱去买新车。哇，真的很好啊，这样的生活我也要。这个最简单的了，再下来，知足常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，知足常乐的意思是。 知道了满足，满足，然后就非常高兴，非常快乐。应该是这样解释，这个聪明的学生他说不是的，好，你知道可以去做足疗或者给鱼咬你的死皮，然后心里就感到快乐。哇，这样花费的老师。还有呢，这边有男有女了，我们常常说男的也不要这样，女的也不要这样，就是见异思迁。 啊，对，见异思迁，对，就是说，就是他，就是说，这个人呢，好像。
就是心里很多啦，这今天要这样那样这样子，很多心啦，对，看到女人就想要了哈、哦，啊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这样子，我看帅哥，那这个聪明的学生，他解释，他说他照字面解释，他说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他家里去住，而且上床。哇哦，太深奥了，这样的解释。福建话说大不列大汉。哦，现在孩子啊，孩子读书现在哦，老师基本上都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。对，那什么叫语重心长？就我如果没有讲错，就是用真心的话告诉大家，应该这样做，那样做，那样做，就语重心长，对吧？本来就应该这样。聪明的学生在解释，他说，别人呢的话讲得重了，心里恨死他。哎，另外一个容易的。知书达理哦，知书达理容易，就是说这个人呢很有学问，很有礼貌。不对啦，现在教师节啊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他说，只知道书本的知识是不够的，还要懂得送礼。送什么礼啊？教师节礼物。我不懂啊。对啊，常常都有教师节礼物。哦、是这样子，对。好了，我们要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下来？精彩的节目等着你。我们来看看下面精彩的内容，也是串曲还有舞蹈，我们静静的欣赏。
Oh.
谢谢苏珊舞群。老师啊，很快了，到了今晚压轴的节目了。啊，我回去也要吃那个补腰剂。什么？告诉我什么原因？腰有点酸软。OK， 让我介绍今晚压轴节目《山旅之歌》。我想很多人对《山旅之歌》可能会很陌生了。是的。啊，不是很熟悉。那我们现在就把《山旅之歌》的内容把大家介绍一下，简单介绍给大家知道，就比较熟悉。《山旅之歌》这是一首连篇歌曲，于1973年10月出版。诗人黄莹累积多次旅行横贯公路的亲身经历，对于雾社支线的景致雄秀并聚，四时各异，有感深刻。《山旅之歌》一共是6首曲子组成：雾社春晴、庐山月夜、昆阳雷雨、涧前牧歌、合欢飞雪，最后一首是翠峰夕照。是作词者在横贯公路雾社支线旅行的过程中，览遍了合欢山脉的四时的这个地上晴雨交错中转变的一种美景，融合了内心由景而生的细腻情感而写下的诗句。再借由作曲家满溢情感的悠然旋律，将群峰的自然秀丽、季节天气的多变风貌以及寄托于天地间的绵密感情呈现在音乐当中。翠峰夕照是组曲的最终篇章，承接前5首各风格各异的乐曲，从雾社春晴的心声雀跃、雾山月夜的静宁安宁，到昆阳雷雨的惊心动魄和雨后天晴的喜悦，涧前牧歌的豪迈壮阔，以及合欢飞雪的轻盈飞扬。好了，我们介绍到这里，我想呢，就是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急切要看看今晚的压轴好戏是怎么样。我们看景，听歌，我们的掌声欢迎他们。
저 뇌나 이 조
好心情啊，常以为梦里故国。
谢谢谢谢欧阳老师，也谢谢佩珊伴奏。啊，那么一场的演出呢，的确是相当辛苦的，台前幕后的人都要帮忙。那么我们要谢谢向以下的人致敬，而且向他们感谢。李玉传先生 PBM。陈世华女士。陈秀玉小姐。梅国俊夫妇。王正和夫妇。林子秀女士。方明王夫妇。廖玉英女士。张兴仁先生。郑尧忠先生。福林女士。沈俊林先生。严正义先生。郭俊安阿范。以及各阶层帮忙以及协调人士，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献花给以下的这个人士。世华，你已经把这个 VIP 都带上来了，世华先让请所有的我们的都带上来了吧。啊，对，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请这个好，我们从那边上来，那个门很重啊，是的，那个很重，隔音的一个门，所以推得很重就对了。这些朋友请上来了。好，李老师呢，李老师慢慢上来。李老师好，玉传兄也李老师，梅国俊先生，王正和 Anna 你上来，李锦秀女士，方明王先生，郭玉英女士，沈俊明先生，沈俊明，好，好，都在后台了。好，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献给我们的老大何乃泉 BBM。 何乃泉先生 BBM。 第二位是卢伟强先生 BBM。 好， OK， 王正和。梅国珍先生。李锦秀女士。哎呀，老大来了，老大来了，哎呀，老上帝了。好，李传老师，李传老师来拿过来。廖玉英女士。沈俊林先生。最后最热烈的掌声，如果没有他，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个演出。欧阳尚章老师，欧阳老师，来过来，对，啊，很好。我们知道健康是一种责任，一种责任。世界上只有身体是自己的，好好珍惜你的身体，好好珍惜我们台上的人。记得退休前能挣钱才有饭吃，退休后能吃饭就能够挣钱。上面是好好活着，祝愿大家健康长寿，开心快乐的每一天。谢谢，祝各位晚安。